是只甲咱讲一另外一项代志，就是咱咧关心台湾。伫最近，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关心学生占领立法院诶，迄个和平非暴力诶行动内面，咱诶教会真侪牧长、各中会拢有安排牧长去伫遐关心。这点互咱真感动，咱诶神学院老师甲学生也去关心。再过来就是今仔日，咱只开总会年会第一天，前台南新南医所颁发英语博士的学位的林义雄先生，对今仔日开始伫义工教会，就是伊的老母甲伊的查某囝，伫遐去用谋杀，伫迄个所在死的所在，开始进行敬家的行动。因为安尼，这个禁戒，什么是禁食呢？禁戒就是基督徒为着这个国家有危急的代志、重大的代志，通过禁戒的行动，要求执政者得要改变伊的决定，也是咱要恳求上帝，为着危急的代志，为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咱。来用敬虔的行动来做这个祈祷甲恳求，所以伫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内面，敬虔祈祷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因为安尼，咱伫1992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发表反核宣言，伫迄个时阵有主张几项代志，讲核能毋是绝对安全的能源。台湾唔通发展核能电厂。第二，讲核废料、核废料，我们没办法妥善处理，应该停止并停用核能发电。第三，我们应该重新检讨能源政策，要开发安全干净的替代能源。第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以及台湾人民。要提倡节能的生活，因为安尼，咱伫这个礼拜中间，咱来为着当日本这个福岛福岛的核能事件，我们也为这个来奉献关心。咱的教会伫这段期间，咱会准备伫明仔载检采邀请各中会来联署一个临时的动议案。咱的教会会有咱的主体，咱家己要进行的这个回应，伫这个非核家园的敬家祈祷会，咱要来请各中会、族群区会来办理这个敬家祈祷会，由中会来安排，看伫倒一个所在、倒一个教会要来进行这个敬家祈祷会。第二，也请中会。会当邀请属下的各教会，伫拜三还是拜五的祈祷会，会当关心推动恢和家园的这个部分，以及反对黑箱胡帽，这个我们继续关心台湾。咱也要采取特别的行动，就是希望我们在目前核废料存放的兰屿，还有台东的蓝田，在那边举行缓和的禁食。祈祷会，反恢和家园的禁食行动，我们希望可以来推动。咱也要配合伫公民团体内面所举办有一个百万缓和公投的百万人民联署的这个行动，在4月26号礼拜六的时候，假如总统府没有适当的回应。我们也是合办单位之一，要包围总统府。我请我们的各中会可以做这个预备。我们也响应一个黄丝带的运动，个人、家庭、教会系上黄丝带，表达缓和的决心。以上这些行动，明天、今天晚上，我们会草拟这个临时动议案，请各中会。可以来联署，明天请总会议长在主持议会的时候
可以成为一个动议案，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参与。我们也会提议礼拜五的中餐，我们希望我们的总会联会的议员可以用中餐的进食的行动来回应这个恢和家园的推动。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关心台湾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来一起来进行。我们不希望台南神学院的荣誉博士林义雄先生他的进食行动让他觉得孤单，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回应。假如你觉得可以的话，我们请各位议员可以用拍手来表达我们要热烈来回应这些行动。刷起来，我爱请咱大家准备心来听咱台湾新人医的严武博士，也是台湾新人医的董事会董事，也是咱一般在讲的 Dr. Democracy 民主先生，引导台湾进入头一摆，伫1996年会当用。直接民选来选出咱的总统，当时的当选者就是咱的教会的李典伟总统。啊，咱以及2000年的时阵，伊将这个政权、这个政党轮替，伊真顺利伫迄个危机的中间，会当真顺利来将这个政权，会当用政党轮替来交接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先生。伊所得一切，就是推动台湾的民主、主权在民。伊的一生的见证，根据主耶稣基督和伊的鼓励，我靠上帝，来推动这个民主。啊，伊的一生的见证，就是咧为了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我要将这个时间来交予咱的李前总统，请咱用热烈的掌声。来加以欢迎。啊，好，长老教会总会柯云芳议长。林鸿江总干事、各位部长、传道师，在座所有的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啊，定位啊，感觉真欢喜，甲真荣幸啊，受邀来到咱台南参加。长老教会总会第59次年会，年会啊，定这个年会的目的就是福音啊，定金啊，向你教会啊，活出盼望。所以啊，教会希望我在这个场合。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仰的见证。今仔日啊，一只定会啊，要用上虔诚、上感恩的这个心情啊，来阿罗上帝，真心啊来感谢伊在我追求信仰的过程中，看顾着我，护我。会当蒙受上帝温良的照顾，帮助我度过人生重重的考验。因为是安尼，今仔日定位啊，愿以个人信仰的体会，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提出自我心得，并且将信仰带予。
我个人的这个力量，甲咱在座的诸位兄弟姊妹来分享。我想要来讲信仰，替我，让我，就是我是毋是我的我这个问题，在我信主的过程中，带领出我信仰的开端。就是信仰啊，让我体悟出不是我的我。在我人生的当中啊，有两件大事情，就是十五六岁的时阵啊，就开始啊，在我的心内，第一件就是自我的问题，另外一件就是死亡的问题。早些的我，真早啦就有自我意识，因为啊，强烈的这个求知啊、欲望啊，我读了真侪东西啊，诶，各方面的这个书，这不但啊，让我啦知识增加，也加深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就在让我愈来啊愈固执啊，自我也经常因为哭穷，让我的母亲啊伤心。迄个时阵啊，我内心就产生真大的矛盾，也是产生了人来安尼，人是甚物？我迄个是人生啊。应该如何的这个疑问啊？因为是安尼，我时常透过坐禅啊，啊甲苦行啊的方法，想要克制自我，希望我会进入无我的这个境界。这拢是彻底主观的这唯心论，为人处世。那是会当先消除了咱这个自我，一切烦恼也自然就消除了。为了消除自我，中学时代啊，我是读淡水中学吼，我就积极参与打扫工作，并且啦，去做别人不爱做的这扫便所的代志。我伫淡水中学三年的中间啊，实在讲，每朝早都是去扫便所。只有也是安尼，让我训练克服自己，也是功夫啦。我拢愿意去做这个代志。在差不多同款的时期啊，阿嬷过身。予我对讲，人哪会死？死亡的问题啊，有真深的这个烦恼。人是哪会死去啊？啊，想要彻底去体会死亡啊，到底是什么代志？人死了后又会安怎呢？在我台北高校的时，读册时，就非常的认真啊，去思考。就即个代志，透过真侪哲学，下即个册研究了后，家己搁吃苦，来家己自己修行，来彻底确悟死亡是甚物代志。我了解死亡本身重要的意义啊，就是在我要安怎活落去，下即个问题。换一句话来讲去，死亡是咱生命的死，这是自然的过程，是在生命的限度中啊，完成自我的实现。这是我活在世界中追求自我定位的这问题来。这差不多要了解这个代志以前，差不多八九岁时就开始读汉文。
读汉文的时候，就是读读这个啊，这个孔子的这个《论语》。迄当阵一句话，互我一直咧伫心内感觉真怪。这句话就是讲：不知师言之死啊！你都唔知影生来，知影要死做个咩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啊！这互我感觉真怪啦。人唔是安尼才对啦。对我来讲，也人生啊，实在讲也无来世啦。哦，人生啊，只有一次那了。所以啊，有的宗教啊，提起讲轮回啦，台湾真流行啊。死去了后，会阁出世，啊，就阁啊轮来轮去。在我的心，这只是一种的自我满足的这个想法而已，实在无迄个代志产生。事实上啊，要应该加以肯定的是，咱呢最有意义的生啊，要活的是要安怎做一款有意义的代志。比如讲啊，德国的大文学家吼，歌德，大家应该了解得到。歌德啊，在《浮士德》里面，甲伊的所写的《西东奇迹》啊，这两本册内面讲得真清楚，就简单啊，直接啊讲出死如成就，人死就有一个成就，成就为了这社会，为了有一个国家，为了有一个人生，也就是有自我的死，才会当产生真正有肯定的这个啊意义的生啊，因为啊生。就是话的代志，生甲死经常讲起来就是表里一体，生死，一切观点啊，就是哲学上的问题，也是宗教上的问题，也就是安那是了解人是什么，这点啊做出发，按人是什么，迄是我是啥人，这个哲学上的问题啊出发，进行啊自我开发。完成人格甲思想的这塑造，重要就是台湾的人有400年的历史，无家己自己的政府，无家己来管家己，拢嘛是你互人管。这款的世间的，这台湾的这社会，应该就问家己：我是啥人？哪会这落体？这就是政治上的很大的问题。同时啊，也是会使讲是。人的哲学上的这问题，要了解自我的死，才会得到产生啊真正具有肯定的意义的生啊。但是自我死以后的我，是啥人要来甲接我？这就是超自然的代志，提升自我到我存在，自我要何存在？这存在的这问题。我在后面我会再进一步来说明啊。答案就是真要求内心的绝对的存在。咱到啊现在内面有两项真重要意识，一项意识就是科学的意识，第二项就是内心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啊，好讲啊，足有道理，但是无法度了解人的心是什么款的问题来。伊就是普遍化、合理化啊，有知识哦，这款问题了后，我会讲起要信耶稣开始去当初的是困难，就是有这个道德上的这个意识啊，影响咱啊，唔知影讲咱的心是甚么款物件，在我的内心中啊，也阁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啊，我拄好有你讲起。差不多十通会开始，就对人的这个自我问题、生死问题真关心。就是人咧讲，做卫星论的这手法，要了解人的心内面是甚么款物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煞了后，看见日本啊受到美军的这个空袭啦，全国的天地就破坏，环境搁歹。物质啊，非常的缺陷，这款的重大的变化，让我呢感觉啦，真抗，
感慨真深啊！迄当阵我还搁伫日本啊，还无转来台湾。但是迄当阵转来台湾了，同款台湾啊，也是受到战争的中间来受到破坏。这款的情形，我呢过去啊，这个代志无了解，看到这社会这个情形下，经过社会和破坏，哦，啊，逐项拢袂好势。但是过去就是拢干咧想啊，我自我要安怎来克服人的生死的观念是安怎，应该都来思考这个代志。但是无关心讲人啊，人就是肉体甲心啊，哦，肉体就是物质啦，哦，啊，这问题但是现实当中啊，人的心啊，就是存在于肉体中间，咱的心啊。在咱的肉体内面，没有肉体时，就无精神的存在啦。这就开始是战争破坏了后，日本甲台湾重建的工作非常重要物质，这样主要建立受破坏的这环境。所以啊，一定要思考，在这款的缺陷的这个社会环境下。人要安怎生存？上重要就是有粮食啦，哦，啊，环境也有改善啦，哦，有厝通好徛啦，等等这些问题就变啊，大家咧关心。这拢是比哈灵魂啊，搁较比灵魂啊，搁较重要，因为要生存嘛。所以这些物件要来让你诶生存本身啊。大家需要更加大的代志来做这个代志，因为是安尼，我就开始啊，头啊是真卫生啊，哦啊，人的心真重要，即马就变啊，有卫生的思考来，同时啊，产生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啊，进一步要求社会应该公平。这段时间啊，前后差不多十年。在这个时间啊，社会经济慢慢的复兴啊，建设的进步，让我开始发现内心的空虚啊。你有物件啊，通好食啊，有厝通好住，心嘛也较空空。感觉物质就是物质尔，无法度满足内心的这个空虚。我搁啊开始追求，搁进一步内心的安定甲满足。回顾这段的这个经历啊，经过我自我的克服，生死问题的检讨了后，因为电脑啊转变为客观的唯物论的想法，但是无法度重复啦啊来充实我的内心的世界。心啊，无安定，啊空虚。事实上啊，人啊，只有魂啊，就是咱的心啊，甲肉体来构成的。但是内心啊，软弱的时，需要更加高的存在的境界。总结这段的追求来讲起啊，咱啊，需要主宰一切的心的重要。迄当阵就感觉啊。空虚啦，啊，要安怎来啊？这空虚要安怎受满足的是啊？迄当初就是正流行一句话，就是尼采诶，这个美国、德国的这个这哲学家讲一句话：神已经死啊！啊，到尾啊，神死啊！啊，你这就是咱要追求的物件哦。心互咱有满足哦，啊，有主观上咱心内会安定。心灵上得到安慰啊，这下就有神跟咱斗阵才会用的。达到主观跟客观的这个矛盾的统一，当时啊，对空虚的生活啦、野心的时阵啊，就开始啊找神啦。迄当阵就是我差不多30岁左右啦吼，要找上帝，神有啊无？你找神啊？我找的神啊，不是台湾这社会传统社会所流行的各种的这个神明啊，不是迄落物件。
头先我做你讲起，我是反对这轮回的这个想法。基督教是一种当时啊发现现代人甲历史上的人的宗教，也是人甲神的立约的这个宗教，这就是咱的信仰嘛。所以啊，我曾经啊在大溪教会的时，大溪教会呢，我底下按这人教会，刷去这个大溪教会底下待两年了后，啊，感觉呢，会友那遐尼少，啊，甲牧师来参详，咱要安怎来宣告？吼，啊，搁较增加搁较侪这会友来，迄当阵，啊，伊就我来斗帮忙，吼，啊，有个所在，啊，我就有半时啊会出来讲话，比如讲啦吼，圣经内面的母亲，吼，啊，这故事讲出来，啊，大家，迄就会了解讲，嘿，摩西老母。啊，甲摩西老母，啊，甲这个啊，旧约内面所记载几下个这老大家甲新妇的代志吼，啊，一直甲亚述因，因老母，这个大姊伊个囝吼，甲伊个关系，迄圣经内面咧讲起，讲亚述是要做王啊咯，啊，伊讲啊，最后我来对伊吼。阿拜坐坑去听名做名，你甲台湾现在社会同款嘛，对不对？哦，都现实上的哦，你也做官哦，我来做大官啦、啊。啊，你做总统，我来做你的部下啦。这款的观念，实在讲圣经内面已经啊有这个故事，你甲咱讲起，这就是我咧讲起，应该在圣经内面你讲。圣经的母亲，吼、哦、吼、哦，母亲是安怎来为了伊个囝，安怎你个教示，这就是咱叫做需要的代志吧。咱实在讲欠这款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老母玛利亚，这个大姊，这个下囝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唔免讲，在座的。大家拢了解过去是安怎来吼、哦？这代志两个的兄弟啊，跟着耶稣的是耶稣甲讲：我唔是要做王呢，我是要食苦的呢。你要食苦，你对我行，这都是咱社会现在所需要的代志，都是这款的。老爸老母哦，卖讲想囝讲哦，来去巴结什么人来做阿拜吼？你要做什么，你都甲应用。这完全圣经内面啊，甲咱讲啊足清楚啊嘛，对不对？这款的经营呢，互我呢真了解的实在讲，基督教本身是甲普通的宗教无共款，就是古早的这个这个历史本身啊，也是这个就是古早的这个，甲现在的这个关系对哪呢？基督教呢，上明显啦，上实在啦，唔是咧讲遐空的物件。所以，而且就是开始，我找些神啊，找什么神啊？绝对啊，唔是台湾传统社会所流行的各种的神明啦，是都是上帝啊，耶稣基督啦。所以我。有反对这个轮回关系，人甲神的立约，这就是咱的信仰嘛。人甲人甲神的立约，这就是咱的信仰。啊，人甲人的立约是啥？人权嘛，对不对？哦，这款的经营啊，也是个人的自由甲时间啊继续进行。初代循环时间的这宗教，中国人的经过。思想实在讲起来呢，哦，你啊过身了哦，你如果轮回啊，如果安怎过倒转来，中国呢，变来变去啦，啊，这就是中国你讲的这循环的社会，这个社会本身呢，无法多头来实在讲的，让咱来进行进步，所以在我西方看起来，这个宗教本身就是，这个
长久啊，这个西方的人叫做 long run stagnation， 长期停止的社会的想法，就是这所在来。哦，所以我们所造的神啊，就是三位一体这上帝啊，就是我应该去追求的这神啊。我认为神世观、唯物论的这个矛盾的统一，应该啊引入去基督教才对啦。但要马上产生信仰啊，无遐容易。就是啊，有读册啦，科学的意识是有容易。科学的意识就是要求咱人应该普遍化，哦，啊，咱呢合理化，啊，过来就是实证，有实证主义。但是这款的看法呢，实在不是人跟人的关系，哦，啊，就是物质跟物质的关系呢，用这来说明而用的。但是人的心里面呢，每一个人拢无同款，是要安怎这个代志要可以了解起来？才会使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就靠宗教上，基督教本身的这个观念啊，才有法度给咱来信仰。所以啊，要进入信仰的第一步啊，应该就脱离了过去咱哩家己哩想的这代志，读册啊有知识啊，啊科学意识，我就是讲科学意识，甲咱内心的意识。无同款的物件，要安怎来克服这个啊？多迄个科学的意识，科学意识是物质甲物质的关系，尔尔，甲人的心的关系无关系。哦，但是凡事要追根到底的这知识分子来讲起来，产生信仰是非常困难的。哦，愈有知识啊，愈困难。必须用真侪时间啊来克服。当时啊，我用了五年的时间，三十岁开始找神啊，找五年啊，就是、台北的教会吼，聚会所，我拢参加一礼拜啊，七点七天啊，五天拢伫教会，真找找神啊，有没有神存在？因为啊，看袂到，所以无相信。看袂到嘛，心看袂到啊！你跟我去教会，干那听你讲尔尔，看袂到，因为啊，想看到才要相信，这就科学意识啊！哦，就是实践主义啊！心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无法度做自己啊！这款的做法啦，后来呢，慢慢就了解。这不是信仰，信仰不是安尼来。在圣经约翰啊福音二十章啊二十九节，大家应该了解，有讲到耶稣啊，一旦就被定死了后，三天啊就复活的是伊个学生啊，好，大家伊阿哩议论讲，老师。复活了，老师，伊个无内面无伊个身体咧，大家咧翻来翻去，等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学生玛利亚的这个楼顶的时咧讨论的时，有一个人叫做多马就开始讲，无看物件啦，我无相信啦，你啊耶稣呢，手互我摸一下，伊个白骨互我摸一下。啊！了解我才相信讲实在有福我，甲讲这话啦，甲遐反对。耶稣啊，迄当时就忽然间就出来，就甲多马讲啦，多马讲，你啊，因为看见了我在相信，看见了我在相信，那没有看见我的，但没有看见就信啦，没有看见我。会相信啊，就有福了。这句话本身啊，亚述说启示的这句话，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有福了。这句话帮助我五年啊，五年中间呢，
教会安行，教会做亲有存在无？啊，上帝伫倒位啊？这好啊呢，感觉这句话我就讲啊，我的想法啊，唔对啦，哈、啊，家己拢咧想讲啊，有快物件要相信，无快物件无要相信。这问题就是拄仔你讲，拢是科学的意识甲你影响着。我咧正了解信仰是人啊相信神的问题，也就是实践的问题。你有法度甲相信，佮有法度去实践做做的问题，唔是用想的问题，是去做的问题。所以啊，信仰就是要相信看袂到的神，最后就会发现神的存在。并且得到坚强的信仰、圣灵的充满，搁较有上帝祝福，这就是咱啊得到得救了后的经过变化，就是咱啊有迄个心，才有法度来解决。民家书内面吼第六章第八节啊，要有一个记载。哦，世人啊，世界人啊，有啊，已经啊支持你啊。何为先啊？才是学做好的代志先啊！伊就向你说要求的是什么？只要你行行义、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你的神啊同行，这就是你强调啊，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啊，是无条件的，是只有咱啊去安尼来进行的事。才有法度按以上简单的分析分享啊，咱若要对一开始所提起的这个追求，我是啥人？人是啥物？要做一个结论啊！我若先要看保罗吼，在加拉太书吼第二章二十节，大家拢了解，伊有讲一句话吼，伊讲啊，所以啊，现在我着的。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生命内面的话。我叫做相信上帝的子，阿如何？伊爱我，为我的下命。这段话啊，真重要。好，我想起这个马丁啊，路德罗德啊，哦，去谈论宗教改革。天主教的罗马时代，伊就反对诶，即宗教的管呢，就是宗教的改革开始。但是伊乎即个啊，即个罗马的即个啊，天主教的诶来过去德国，到伊德国是德国的皇帝啊，卡鲁五世。就甲审判，吼，无做要甲判，甲判的迄当阵，较有名一句话就是马丁啊，路德啊，就是安尼讲，我徛伫遮，我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的立场啊，我没有其他的立场，但愿上帝啊帮助我，这就是伊被审判的时，就是伊讲的这句话啊，较有名的话语。我徛遮哩，毋免惊甚物款嘞。这段故事啊，予我有真深刻的了解。我是基督，伫我心内，诶，即个伫我诶内面，即就是我只要安尼开始。根据前下你讲起信仰啊，是信诶信仰诶信仰心诶，即心路过程啊，我要做一个理论上来讲一寡。概念的话是回答，所以啊，我讲我是啥人？答案很简单，我是不是我的我？我绝对不是我自我，我也不是我，我就是基督在我内面的我，基督在我内面活的我。再讲过一次，就是我是啥人？答案是我是不是我的我？不是李登辉的李登辉，
也是基督在我内面的我，为了爱了解这个答案啊，实际上我差不多用了35年的时间啊，以上的时间啊，得到这个答案，帮助我了解正确的人生观，同时啊，也帮助我要安怎在面对各种问题的时阵啊，彻底排除自我的思想，站在超人的地位，以先驱者的立场啊，思考问题解决的正确方法啦。这就是我要讲起信仰，安尼让我呢有这个想法了，会让我的什么力量？这力量是真大。其实啊，我应该啊，要来分享信仰，让我的力量，甲帮助我的实在的，予大家一个了解。1988年，正月13日，大家应该会记得，就是蒋经国总统啊过身啊。突然间，我呢，迄当初过身8点的时候，我就变总统啊。我就想我做总统，讲实在话啊，我唔捌做过总统，啊，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做总统，但是我是基督徒，只有上帝，靠上帝那领，基督上帝，哦，予伊引导我，予我启示，是予我会当面对各种难关。甲考验来解决代志，这就是我伫讲起。啊，咱有信仰的时，本身啊，一个基督徒，唔捌做总统的时，你要安怎做总统啊？这是问题就来。接着总统的去暗嘛，实在讲起啊，因为啊烦恼啦，啊烦恼唔知要安怎做，唔知吼啊，烦恼太啊，做太太未困的，太太就甲我讲，爬起来。背个祈祷，吼、哦，祈祷来来看圣经，看上帝是要讲什么话，吼、哦，啊，读圣经了，翻开圣经，随时都记录诗篇啊，73篇，吼、哦，23到24节，啊，迄、那个中山教会的叶牧师啊，迄当阵就是，伊是迄、那个教会公布的总编辑啦。阿姨就讲，你啊，这有困难的时，你是提前知影啊，看诗篇73篇、23、24节是毋是啊？我毋是啊，我拢毋知影呢，我都毋知影那个都祈祷啊，求上帝给我一款呢，圣经甲掀起来，看卖甲倒落倒一去，敢那抽签嘛？都。上帝意思啊，无我的意思在内面，我也知影，我都那就安尼做，就是安尼来。上帝看要予我安怎，要甲我讲什么话，伊都自然安尼吼啊，圣经甲掀起来啊啊，凊彩甲住一个所在，迄就是伊教我的一条路。透过圣经啊，上帝就对我讲话啊，讲安怎？纵使我思想啊，甲你同在。伊甲我讲我呢，总是我时常拢甲你同在。你牵着我的正手，啊，你要用你的教，我的教师引带你，啊，引带我以后啊，必然让我呢，到我应用的这个地步。伊甲我讲啊，讲句话真简单啊，你免烦恼啊，你有代志去问上帝就好啦，伊会甲你带，让你得较有正。迄啰叫应用的地无同我迄款嘞，我12年的总统是安尼做嘞，这都是迄样开始嘞。上帝唯一的就是安尼来，我今仔日有抓一本册来，去年写的这本册就是迄当阵吼，为此做见证。就今仔日要讲的这代志本身呢，拢总呢第50个再讲唔难啦。写喺簿仔内面，100件以上呢，唔知影困难的是，拢问上帝啊，问上帝重要的所在，
拢有写伫遐，吼，安怎啊？上帝就甲你